在店里等快点，我忙也不要我叫，快点等我到这里。好的，我在店里把手机、把手杆、皮机、皮杆、活动机、活动杆、发达那个，快点等我帮。我把那东西还没收呢。排长，拿下来，搞。拿下来，没下来。你没听那个呢？要不你走啊？那是几多的管用？那是二毛的。可是那个呢，困难多的呗，不当了。没人闹，这是。哎，人好了就人品，那么好了没人，谁没送那个？接接的领导们，这产品多大块？人家厂家他就干的，多少钱？我讲的是产品。他们为了面子好，凑的。太接比较放下吧，就是拿出状态。现在的话，一样一样的。这两分钟的话，干哪当的？我也干哪比较多。两分钟啊。
他就让他们用没他们别妈妈呀。俺都是会比就给他们好不好他就让他们用没那个对象。这是。你要看别人的一样。你看他说的一样。对的呢。我让我背来了。我讲。我讲。看着吧。他都一百三两的块钱。啊。你不晓得要比一百三两的。没那么多的肉要加厚。原来有好的这种东西。那个我今天跑下个东西呢有那个人的方法。你被吃的没给你朋友你的妈妈记得最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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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on't you?